肛周脓肿坐浴就是用的药物也很多，啊，你比如说简单的，咱最常用的就是这个高锰酸钾，又叫 pp 粉，这个是很方便，又经济又实用，啊，就一般的就是1:5000，是一克，然后滗上这个5000毫升，温开水这坐浴，还有一种，你比如说你在这个医院，你像这中医院啊，这里边有中医中药。然后有配制的有些清热解毒啊，活血化瘀啊，止疼生肌这一些药物，然后坐浴了以后啊，它可以起到你这个止疼、促进伤口愈合、促进这个引流这些作用，所以说大部分情况下，你像中医院啊，好多都是自己配制的中药坐浴这个效果都非常非常好。另外这个。有些就是中药他治，有些你比如说老年人呢，或者关节不好的病人，他没法坐浴，像这种情况下，咱用那个中药，或者有些那个毛巾呢，蘸着中药给他擦，热敷，这也是一种，也是一种方法，再一种冲洗，你比如说可以这个，肛周脓肿术后啊，往那脓腔里边冲洗。